现在看到背后这两部就是一个大爱眼科验光车，一个是大爱魔镜片车，五位师兄从纽约一路开回来。我们在这有两部新的大爱车在接，是啊，纽约去，我们要大家将好好利用这部车去帮助所有的小孩子啊、老人家啊，服务慈善跟医疗，在这个纽约去。今天在长岛会所里面，我们师兄师姐一起在上眼科跟牙科的精进，主要就是能够培训更多眼科、牙科各方面的师兄师姐专业人才一起来共享盛举。现在有两部新的眼科车，他们要发挥那个功能，在这两部车，我们要好好训练一群人，可以做到这个，好好利用这两部大爱车。所以现在接下来的最大使命就是怎么把这个两部眼科车可以真正发展到照顾在纽约市、纽约州甚至其他附近美东孩童能够在半小时内能够从验光到配眼镜到给他们戴眼镜。